我们汉源呢是中国花椒之乡，汉源花椒从唐朝开始就是贡椒，长达1097年的进贡史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同一物品进贡时间最长的记录。川菜呢是以麻辣闻名，有麻才有魂，这川味之魂正是从汉源花椒当中孕育产生的。汉源花椒又叫正露椒，它色泽淡红，力大油重，芳香浓郁，醇香爽口，为椒之瑰宝，品质冠居全国。我们汉源花椒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志正名商标、中国驰名商标，连续2年获得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，品牌价值已高达7.04亿元。我们正奋力建设全国花椒第一线，擦亮中国花椒之乡的金字招牌。小小花椒树，致富大产业。我是郑朝斌，我推荐汉源花椒。